你不是来叫啊？难得周末我帮你看超市，帮我看超市？啊？真的没别的事儿？没有啊。嗯，来，先吃你爸这份。好，回家喽。啊，起床了，晨晨。啊，爸。哎，哎，老婆。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回去一趟，要不一会儿超市你先过去啊。生生说他去，嗯，生生去啊。好。什么情况啊，生生？今儿太阳西边出来了啊？嗯，反正今天没事儿，就想帮你们看超市，不可以吗？ 可以，只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老爸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哦，不乐意呀、啊？不乐意，那你自己去看喽。哎，我就说吧，没诚意。行了，别斗嘴了，你呀，赶紧洗洗手，跟我把盒饭装了。好嘞，嗯，生生，你先吃。嗯，盒饭喽，放心豆，慢点。 你不是要去买什么手办吗？对啊，这不等着下班后去拿呢吗？那你现在去呗，反正中午过了也没什么人。这个人你说的啊，那我去了啊。你替我看会店，我马上就回。OK， 拜拜。 你都告诉我了，我能不来吗？想要吃什么？啊，刚做完一台手术，食堂过了饭点了，又不想点外卖，想看看有什么盒饭。今天是宫保鸡丁和梅菜扣肉，你要哪个？嗯，一样来一个吧，还有凤爪酥。嗯，好了。你平常周末都去帮家里看超市啊？ 有时候是，你给我，我就给你拿袋子。嗯。要帮你加热吗？医院有微波炉。嗯。不用给钱了，我请你。这又不是你的超市，让你爸妈亏钱不好，而且以后要是见面了，说不过去。 欢迎光临。你昨晚为什么睡得那么晚？比你跟我发消息睡得更晚。为什么呀？有点失眠。你还是不舒服吗？这倒没有。真的没有不舒服吗？我是医生，相信我。 好，谢谢。啊，给我吧。欢迎下次光临，谢谢。我请你。我家超市。我买单。 好。下午病人比较多。 再加了一台手术，可能要到晚上10点多。晚饭时间可能就过不来了。嗯，拜拜。拜拜。
哎，莫医生。哎。氨氧偏低，最近吃的那个华法林的剂量是多少？一天一次，一次半片。建议改成一天一片，然后三天后再过来复测一下。好的，谢谢莫医生。不客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先走啊？嗯，盛盛，嗯，那下班了。刚好我今晚没事，我请你看电影吧。我有事儿。你等我十分钟，一起啊。我妈现在在外公家，她让我去接她。我真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拜拜啊，那下次啊，下次啊，拜拜，拜拜，拜拜。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可不上班。不上班？那你来超市干嘛？我热爱工作岗位，热爱超市门店，热爱同事，来这儿吃吃喝喝不行啊？行。闲的。哎，干嘛走啊？你不上班，我上班。我是拿工资的，我这还有活呢。我这今天可算是顾客，你不陪我聊两句？咖啡厅都没你这种招待顾客的要求，这是一超市，你还指望有什么陪聊服务？那说不准以后就会引来大批的客流，成为城市一景呢。行。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说说。应聘了一个录音棚，没录取。你的意思是这想跳槽没成功？那我只能说活该活该活该。不是，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我开玩笑呢，你至于吗？不是，你能不能别天天吊儿郎当的了？你看看你妹，再看看你，就知道偷懒。哎，你周一上班可别迟到啊。我可不像你仗着自己是超市太子爷，就没准点的时候。哎，曾明如同学，你今天是跟我杠上了吗？啊，什么意思啊？对呀，我就是跟你杠上了。行，我让着你。谢谢你。您好，请问您找谁？我是那个闪送，可以麻烦帮我把这个交给莫倾城医生吗？你是闪送？对，闪送。莫医生在手术，没办法给你收件吗？没关系的，那我找寄件人要就好了。好的，我知道了。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亲手交给他。我懂，您放心。嗯，周末快乐。周末快乐，谢谢。我外工作凉面最拿手了，这是给你留的。猜你忙到吃不上晚饭，快吃吧，生生。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吗？跟外公说说。嗯，外公，您改天教我做凉面。太没问题了，做凉面最重要的是调料，你外公弄的这个调料是没人比得了。外公听得我都饿了，要不您现在就教我做吧。好啊，正好我也想吃这口了，来，走。哎呀，教教你做凉面。你俩这恋爱全都跟地下恋似的，嗯，在自家超市都不敢相认啊。你不知道，要是被我家那几个哥哥知道了，得有多麻烦。那倒是，他那几个哥哥呀，各顶各的丑眉狂。嗯，哎，他们完美配音的录音棚是不是特别大？嗯，挺大的，有好几个工作间。真的？嗯。哎，珊珊，那你平时去录音棚一般都碰见谁？是他们都在，还是都各忙各的？嗯，不一定能遇见。他们社团绝美是社长，但是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豆豆呢是副社长，全职在录音棚。还有江青瓷和凤雅颂，他们两个都是医生，平时特别特别的忙，只有休息的时候才去录音，所以都不一定能见到。那我们作为某人正牌女友的家属，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了？再等等，等时间长一点之后再说。嗯，我还有选修课，我先走。你还害羞了？哪有，去吧去吧，拜拜。不对呀，我也有选修课呀。真的，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那个新人什么时候报到？明天。明天，我这刚好有个游戏，需要几个新角色的配音。那个明天上午能到吗？哦，能。通知的是明天上午9点。嗯，那个我。茂哥呢？哎，你说那个，如果一个女孩她喜欢一个男生的话，她会主动跟他联系吗？就是给他发个微信什么的，这个看个人性格吧。像我就会主动，但是有的人越喜欢越不敢跟对方说话。为什么呢？怕被人发现吧，也怕对方不喜欢自己，怕打扰别人。说这种叫回避型依恋人格，就是越喜欢越回避。手脚，所以周正老师看上谁了？没有，我能看上谁呀？就是这两天我配个电视剧嘛，然后里面有人设觉得不太合理，就跟你讨论讨论。哦，人设不合理，人设不合理是剧组的问题，不是咱们配音演员的问题。你说人家把剧发过来，你觉得人设不合理，你不配了？配，该配得配是吧？我你看我这人一天天就瞎操心，你看看。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豆豆老师。客气，周周老师。忙你的啊。看你憋到什么时候。你看，我看，怎么样？好看吗？
帅呀，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啊！谢社长。哎，我怎么有一种老母亲逢新衣送闺女出嫁的感觉？同感同感。社长就算了，你占我什么便宜啊？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到了完美，你好好干啊，可别给我们丢人。嗯。那是一定啊，我一定会向我的偶像风雅颂学习，做一个优秀的当代斜杠青年。等我学明白了，我就回来贡献咱们朝朝暮暮。嗯。哎，不过呀，我特别害怕见到一个人。谁呀？强青瓷。对呀，你说强青瓷在网上那么高调追生生，生生那个隔壁师兄人又那么优秀，咱还吃他饭了，吃人嘴短。强青瓷肯定是知道我是生生的娘家人，到时候一问我，我怎么办？嗯，生生优秀，值得被优秀的人追，而且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咱们就别干涉了。嗯，至于怎么选择，生生他自己开心就行。你呢，就是去工作的，多听多看多学习。嗯，明天我送你去完美，算是送你出征。二位，大恩不言谢。到了到了，就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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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三层都是我们的。嚯，大产业啊！哪天咱们能办到这种规模就好了。一步步来呗，万丈高楼平地起。终于找到了打心眼里喜欢的正经工作。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和珊珊说？我和社长都知道，你不告诉他，小心他给你算账。过了今天我就说啊，我这一上楼拿到了工作的正式合同，我签约了我就说，不然不走到最后一步，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啊，不敢说。哎呀，晚上回工作室吃饭直接告诉他，他肯定替你高兴。行行行，上去吧。手能不能轻点？手劲儿大，忍点吧。下班前打给我，有谁来接你？省张地铁票。那多不好意思啊，让你来回跑，你这电瓶车充电也挺麻烦吧？刚换的新车，续航可久了，反正你记得打给我。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走啦。目送您。来啦！啊，快进来。哈喽。西柚。哎。早调来了。哦，来了。来报道了。对，我今天呢也第一天转正，咱俩算是有缘分，恭喜恭喜。同喜同喜。给你，这个是实习期的劳动合同和人事需要的信息登记表。嗯，你去那边吧，填一下吧。谢谢啊。嗨嗨，恭喜啊。一样恭喜，咱们这届就咱们俩。是吗？那咱们中午得一起吃个饭好好庆祝庆祝。好呀。是，哎，娟妹老师，快快快，刚好我这要录个 demo 急用，你们先别忙了，先过来吧。哦，好，不用忙，来来来来。哎，请进。哦，对了，莫老师刚回来，这会儿在补觉呢。哦，没有，他醒了。他在里边干活，我帮你叫他啊。哦，好，谢谢。那我给你泡个茶或者咖啡。啊，不用不用，你去忙吧。没事，这就是我的工作，要不给你泡个奶茶吧。嗯，好，谢谢。嗯，我想洗个手。嗯，那边右转。好。来，带你们去我们大录音棚看一下。好，走。哎呀，刚好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你那个粉丝走调。真不是？怎么？隔壁师兄。你好，我是江青瓷。完了完了，
这偶像光环一下就被抢走了。我也奇怪呢。我和这小兄弟有过一面之缘。对，一面之缘。走掉。啊！我怎么没想到你们？挺好，挺好，挺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一个音社特别好的朋友，走掉。哦。你怎么在这儿？你没跟生生说吗？我已经被完美配音录取了，是正式员工了。真的假的？嗯。那你不说？我本来今天是签合同嘛，想着晚上回工作室告诉你的。怎么，还怕我黄你啊？我特意亲自打的电话。不敢不敢，主要是太惊喜显得不够真实。偶像好。终于轮到我了。刚才太震惊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江青瓷居然长这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江老板这长相让你失望了？哦，没有没有没有。行了，有什么事儿咱们中午吃饭再聊吧。啊，我带他们两个先去赶个活，好吧？走，我也一块走。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你朋友的好消息，应该让他亲口跟你说才好。他靠谱，信我。嗯，信。哎呀，今天生生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蹭一口莫老师做的饭哦。对呀，没问题。真的？嗯。啊！耶！坐饭去。今天有两位新的成员加入我们完美配音，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们二位。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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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两句，我从10年前就是完美配音的粉丝，今天也算是完成梦想，加入了大家。我也说两句，我不像小美，我不是学播音主持的，我纯粹草根出身，自学成才。我干一个。我也干了，我也干了。心意到了就行了，太客气，不客气。其实完美配音一开始也是一个纯网络社团，一半都是非专业出身的。你看我们三大王牌，风雅颂跟枪青瓷都是医生，剩下的吧，不重要，不说了。总之大家都是非科班出身的，直到后来有了录音棚，才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进来。哎，就是，你小子也不用妄自菲薄，给自己偷懒找借口。加把劲儿，我一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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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来！还在做什么呢？鸡胗毛豆外部菜。哇！外面吃的怎么样？嗯。挺好的，大家吃得很开心。嗯，感觉大家都挺喜欢走调的。对，尤其是风雅颂。是吗？嗯。嗯，那就好。帮我打压下手。嗯，好香啊。香吧？嗯。炒香之后倒鸡胗。蚝油，外部菜。哇，这个看着就好下饭。嗯，毛豆，最后一个白糖。好。那有个饭盒，盛点米饭吧。你是要带去医院吃吗？嗯，给走调留的晚饭，让他带回去吃，刚好省一顿饭钱。
吃啊？就等你们这道菜了，我的强老板。好了，还有一个汤。嗯，好，那就先不打扰了。那个外面人太多了，也坐不下了，我们俩就不出去了。明白。让我帮二位关个门。鸡胗毛豆外国菜来喽！来，往这儿放。郭老师还有一个汤啊，稍等，马上就好了。好，早点。去坐风老师边上，这样吃。可以吗？可以啊，去，快坐我那儿去。哎，有点辣。不辣呀。啊，一点点。方老师。你呀，以后不用跟我那么客气，我就是比你早入行了十年，剩下咱俩没任何差别啊。吃，谢谢。嗯，入职手续办的怎么样了？哦，刚刚都填好了。那就行。我们这儿工资月底发，你还有积蓄吗？这个月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有问题随时说。好，你吃过的苦啊，我以前都吃过，咱俩这可以算是相差十年的患难之交。我就是看了你的奋斗之路，你之前有个采访说你最爱吃肉包子，就是因为最穷的时候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那顿饭就是肉包子。这么早之前的视频都看过？肉包子不算什么，我最穷的那阵儿，人家过生日请吃海鲜，海鲜不新鲜，我回来直接食物中毒，当时我就趴床上吐下泻。我呀就跟我当时的舍友说，能不能你去医院开了药给我蹭点吃。哎呀，太惨了。你说你那时候要认识匪少多好啊！对呀，那我必须要给你管饱。什么叫管饱？哎，你之前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吗？哦，高中时候的事了。虽然第一次吃海鲜回忆有点痛苦，但是真好吃。哎，还是好吃。你第一次吃，你知道吗？就是香。尝尝那个。口渴了吧？还是豆豆解冻啊。嘴甜没用，早不吃你这套了。谢谢孟亚松，还是豆姐对你好啊。哎，豆姐偏心呢。江青瓷老师专阅，这个我不能看吧？嗯，原则上不能。我上一次过来，还是我第一次进这么大的录音棚，当时人太多了，我都没好意思多看。那现在你可以慢慢看。嗯。比起我们那个小棚，专业多了，设备也更齐全。我在想，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认识对方吗？啊？怎么认识啊？除了彼此的网名、职业，还有家庭住址，其他的好像都是空白。嗯。我今年29岁。我22。我是12月14号出生的。终于知道你是哪一天生的了，网上都查不到资料，你也不过生日，所以没有人知道，大家还都在猜你的星座是什么。是吗？嗯。啊，我是3月20号。你知道啊？双鱼座。自己的女朋友总要提前做好功课。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啊。啊，因为我之前发了你所有的微博，发现你好像什么都吃，拿不出你的口味。我水果喜欢吃草莓。我水果喜欢提子。菜我喜欢吃辣的。一样。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白色。白
白色。还有呢？嗯，蓝色。嗯，我喜欢绿色，还有白色。嗯，那不是吗？没关系，推我来了吗？你说这两个人确立关系了没有啊？我觉得应该已经确立了吧。那也不至于避嫌成这样吧？你瞧这距离，这太避嫌了。他这人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啊？天天就又装还闷骚，这样就怕我们说他不检点。哦，哎，要说他装，我觉得你俩挺闲啊？闲吗？还行啊。你欠我那个配音今天晚上能弄完吗？还在这闲聊。你那配音不早给你了吗？那是上，那是上个月的。这个月呢？啊，你还有两个电视广告吧？你还有个动画电影吧？还有游戏配音，100多句，100多句，你什么时候弄？100多句，你什么？游戏配音已经配完了吗？你别说你配完了，配完了。你俩干什么你？明天要交。喊什么喊？一天就知道针对我。这跑到录音棚谈恋爱你不管，你就知道管我的单身狗。你管什么？你管好你自己吧，你快点。行，你不管，我走了。快点。瞧这德行，这看一天到晚的，不着调。你是不是有个混音眼？现在混。电影我比较聊，茂哥聊着呢啊，那我先出去，你们先忙。哦，你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啊？得到后半夜了吧。那我先回家，等你忙完了跟我说。给你叫辆车。没事儿，不用了。茂哥，哎，慢走啊。看清楚了，漂亮。要不是有天师门布的防护法阵，这一带的村子早就被凶手毁了。再说了，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所以他们才成为仙盟盟主，人家是有大功劳的。孙女，你怎么净帮黄皮子们说话？你忘了他们跟我们明术门水火不容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给我安排新工作了。这是你的工作，你怕什么呀？第一天上班紧张吗？刚才人多。作为你相识多年的好朋友，恭喜你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谢谢你，孤生同学。你这个什么时候录啊？明天。今天第一天报道就录了个小样给他们发过去，就光这个小样我都在录音棚录了好多遍，我都觉得对不起录音师，而且给我们新人请的还是咱棚里最牛的录音师，茂哥。对对对，就是茂哥。啊，那你现在下班了吗？豆豆姐说我可以下班了，但你看那么多老师还在工作呢，我哪敢走呀？还是老师看死吧。走调。啊？工作完成了还不下班，等什么？留在这儿养蘑菇。你今天第一天来，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事完成手续，熟悉环境，还要认识一下大家。所有人的时间都是跟着工作量安排的。快，莫老师给的饭拿上，赶紧回家。谢谢豆豆姐，谢谢莫老师。豆豆姐，那我们先走了。拜拜。一会儿小心啊。明天上午10点别迟到。好，拜拜。走，请你喝奶茶庆祝一下。你说的啊，我可要双份果肉。等等。啊？怎么东西忘拿了？我看是你忘了吧，忘了给大家一个交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枪青瓷？不把我们当一家人是不是？认真检讨。我错了。哎呦，
你们突然进来吓我一跳，我就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弥补，我检讨，我自省啊。下不为例，行吧。那就原谅你了。绝对绝对，下不为例。所以你们真的不生气啦？人家枪青瓷生不生我们的气还不知道呢，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家当厨子，人家对我们肯定没有好印象了。没有没有，他特别喜欢这儿，我发誓，他自己说的。他说来到这儿就让他想起了天字一号刚创立的时候，条件比我们还艰苦呢。那时候全凭他们一腔热血，他们一起凑钱租房子出免费的作品。哦，对了，他还说那时候他作品的点击率比我们还少呢，100多条评论，他们能来来回回看好几遍呢。那不跟咱们这时候差不多吗？是啊，我每天晚上都要看咱们音社的留言，不然我都睡不着觉。说不准有一天咱们也能做成天字一号的规模。嗯嗯，一定可以的，努力努力再努力。嗯啊，嗯，你今儿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对啊，那可是开了眼界了，这大工作室就是不一样。给你看看我的劳动合同，我看看，还有宣传册、作品集，还有我的门禁卡。哎，等以后咱们这做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招人这么正规。嗯，我今天已经知道了，12月14号，射手座。哦，对了，穆老师给我做了一大盒饭，给你尝尝。在哪儿？你不早说，赶紧的。继续什么？了解彼此。你这人挺怪的。哪里怪？着急确定，但其实咱俩互相都不熟悉。确定关系，因为怕你被人追走。至于了解，慢慢来，是我的诚意。万一不合适呢？这话你已经第二次说了，这么没新鲜啊？其实我除了上网早入行早，比后来的人多占了时间上的便宜，也没什么特别的。现实生活里的我，这些日子你也都见到了，很忙，想要维持一段感情关系很难。我们这行有时候家里人生病都没时间去，因为在我们面前有更多需要帮助的病人，个人的生活时间也几乎没有，更不要说能够经常陪女朋友了。我理解。想吃什么？怎么突然说到吃的了？我只有零碎的时间给你做点好吃的，作为一个男朋友确实有点不太合格。
现在吗？明天，做好了给你审送到学校。可是，我想不好要吃什么。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要开胃的，能吃饱的。啊，其实不用做那么麻烦的，随便做一个能吃饱的主食就行了，这样我也不用去食堂打饭了。好。汪老师，里边差不多了，咱们过半个小时开始。好，我先去蒸个米饭。哎，大半夜的蒸米饭，你什么情况？你啊，明天早上要用的，隔夜的饭炒起来好吃。这他爱好不懂了吧？不当厨子真可惜了。咱莫老师认真起来多可怕呀！认真工作，认真做饭，还认真谈恋爱。没错，认真的男人才是最有魅力的。怎么着呀，学妹老师？眼看还半个小时了，等会儿也给我们认真一把，展现一下你的魅力哈。来。来什么？别半个小时了，现在就来，把我这茶先给我录上，来给我调上，我现在直接开干，说干就干呀，整。怎么了这人？今天这么积极啊？哎，你留神我的线，跪着。哎呀，哈吼嘿，吃错药了。来吧。早班也不至于这么早吧？这干嘛呀？这是，哎呀！您继续睡。酸菜炒米，你怎么起来了？上个厕所。你是昨晚上没吃饱啊？哎呀，好香啊！料足，当然香了。哎呀，你说你做什么都香。哎呀，你说我这大早上五点让我闻这个，你说我睡还是不睡了？睡吧，我做你的饭。你做我的饭？嗯。啊？你给我留点啊！你这生生人家女孩哪能吃了这么多啊？她还有室友啊。室友。干啥去？好，锅里还有粥呢，你找点咸菜，自己将就一下啊。什么咸菜？哪儿啊？有，那儿还有咸鸭蛋，冰箱里。早，你醒啦？
你出去了？你早上就上了闹钟出去了？什么宝贝东西送来了？午饭。嗯？你家超市盒饭吗？某人做的，他早上上班前做的。哦。咱学校又不是没有食堂，特意送过来是让我们羡慕的。就是，我这个有男朋友的我都算了，分给你们吃。他特地的做的多人份。大点声，王翠。知道，我收回我刚才的话。你先刷牙。哦，这张我要大份的啊。好。没什么，有事儿另外。哎，你先别说了，让我先刷。那是我男神的饭，我先刷。一会儿肯定是我吃的最多呀。行了，你别说话，你赶紧刷吧。虽然我在减肥期，但是我还是能吃的很多。拉倒吧，你减肥你别吃。这个也是，这次好。下个月就没那么忙了，这个月辛苦一点。这一场是3:20。只有10点到12点，干什么呢？排班呢。把他这个记一下。哎，咱们那个慈善 APP 合作那事儿考虑怎么样了？就按部就班呢。什么按部就班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认真点行不行？我挺认真的呀。你不是不管跟第三方合作的事儿吗？我之前每次问你，你都让我自己决定。你这能一样吗？这回是正事儿，大事儿，10周年庆。所以说按部就班，你就别操心了。我看看。这个插广告。还有一想法，你说。老朱，多久没见了？咱们老朱是挺久没见了，他最近干嘛呢？我跟你讲啊，他五一想在桂林弄一大型配音剧，刚好知道咱们10周年庆的事儿，我就想啊，怎么能把这个事儿攒一局，咱们一起。真的啊？桂林我没去过，而且老朱咱们真的好久没见了，是吧？你看啊，咱们刚好这个今年团建没定吧？大型配音剧，还有咱们10周年庆，慈善 APP， 这一届你看，速雕呢，怎么样？你觉得？这太好了。好吧。那明天我跟高晓庆商量一下。啊，你要商量啊，这是大事儿，你得好好商量，当面跟人家商量。但我明天排班挺满的，可能没时间去学校呀。不是，那你可以把他叫到我们录音棚来啊，是吧？咱们在录音棚聊，人家合作方连录音棚都没来过，你觉得是不太好？有道理。啊，那这样，明天把咱们这收拾一下，然后订下午茶。你那个收拾的时候，你就好好收拾，收拾干干净净的。人家合作方过来，知不知道？知道。那几点？3点，明天下午3点。3点我有空，咱们一块聊，好吧？行。可以，那行，那就咱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3点啊。咱们合作的事儿，现在有一个大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我先卖个关子，你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邀请你来我们录音棚喝个下午茶。可以啊，我没课的。行，那我跟绝美一起等你。好。
明天见。明天见。好，明天见。约好了啊。约了吗？约好了。还行，还挺快。挂呢？这是牛仔裤，那么沉，挂得住吗？哦，是，用这个吧。豆豆姐，门口有人。小心。豆豆姐，是我，终于见着本人了。之前就在朋友圈见过照片。啊，快快快，进来吧。绝美还在里边配音呢，想去看看吗？开始看什么？你第一次来我们录音棚，不想看看他现场怎么配音？好啊，走吧。夜来人静，稍等会儿啊，马上就好。他看一白影暗淡的云中月，想，天快亮了。最后一段了啊，快三点了，直接来。你准备好随时来啊。他看不见。客户让咱们配一点那个录音的花絮，他臭美非得给自己打一个背光，现在玻璃上只能看见反光，看不见咱们。哦，是这样啊。睁眼时，朱红木门敞开着。外头一个人没有，却有着清晨那种热闹的嘈杂的烟火气。百花深处，他的烟火人间。怎么样？我觉得差不多了吧？三点了。我觉得没问题啊。OK， 那就没问题。哎，今天他们这个灯我觉得打得还挺好看的。你看看。看看我今天是不是格外的帅气？啊，臭美呢？全宇宙你最帅啊！你给我拍两张，快拍两张！拍什么呀？你自己拍，赶紧的，快！我很少拍照，你看，我自己拍两张啊。行了，那个更小杏来了吗？啊，我哎，别说话，坐下。更小杏，什么小杏？啊，没有啊。还没有，他是不是迷路了？要么你去接一下。不是，我不是让你打电话问他吗？你没打吗？不熟啊，我忘了。什么不熟啊？我说我交代你点事儿，你怎么办呢？啊？这小孩也是，都几点了？第一，这是哎呀，迟到。那一会儿我说什么呀？是逗逗他。不，我一说一天交代你们点事儿，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啊，我刚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那个，最近还好吗？我挺好的，你呢？我也
那就好。嗯，那就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在对台本吗？觉明老师，出戏了啊，录完了可以出戏了。小喜，你笑什么笑？你看看刚才我录最后两段，我觉得都可以。嗯，倒数第二段吧，好吧，直接把它发给客户就可以了。OK。嗯。那我们出去聊吧。嗯，好啊，那出去聊吧。好。豆姐啊，你们先去，我学习一下倒数第二段。去吧，去吧。你要不要吃点水果？哦，不用不用，谢谢。啊。那个，豆豆跟你说了这次来具体要聊什么吗？没有，不过说是有好消息。啊，确实是好消息。您刚刚很厉害啊！谢谢谢谢。我之前听过很多你的配音作品，这一次终于现场观摩了一次了。你还听过我的作品呢？嗯，当然了。我以为你过去对我们这个行业不了解呢。我过去是不了解，不过我们宿舍两个人，深深还有另外一个叫七瑶的，他们特别的喜欢你们。因为我们要合作嘛，所以我听了很多你的作品去了解你。啊，多谢关注。你们俩不是一开始就沟通吗？怎么现在说话还这么客气啊？缺美，你是不是有点认真过头了？平时不挺自来熟的吗？这不公事公办吗？懂什么你？什么公事公办？不是咱风格。而且到时候如果咱们一块儿去桂林，还是一块玩的好朋友，对吧？去桂林？哦，一会儿慢慢说吧。那个西柚，哎，把下午茶拿过来吧。好。辛苦啊，去忙吧。嗯，好。这个怎么样？看着挺好吃的。嗯。好吃，好好吃！啊，豆姐，我们为什么要去桂林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福利，也是我跟绝美昨天沟通出来的。趁你今天能过来，想跟你商量商量。我们准备把完美十周年庆放在桂林办。啊，确切的说是桂林的阳朔。嗯嗯，所以想问问你有什么意见？我当然是没什么意见了，不过。钱谁出啊？钱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豆姐。我们福福 APP 是纯慈善性质的，制作还有运营都是要靠捐款。啊，我们也是没有工资的，算是志愿者，所以没有钱去阳朔，机票、旅店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这次去啊是受主办方的邀请，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想在桂林阳朔啊弄一个大型的山水配音剧，顺便呢就把我们完美配音十周年庆典一起弄了，再顺便啊，因为我们每年啊都有一次老员工的员工福利，我们都会出去旅游一次，是吧？所以你跟你小伙伴阳朔的吃住行，我们录音棚全包了。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哦，豆姐，我觉得呢，我们还是没关系。主办方这次给了我们三个家属名额，你看现在就生生一个真正的家属，还有两个，算你一个。啊，对对对，算你家属。不不，你这话说的，你是搞得像我占人家便宜一样。
想得美，挂名的，到时候啊，咱们就吃吃喝喝，把这个便宜占回来。对对对，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豆姐，我觉得呢，我还是远程参与你们吧，也不花钱，给大家都省钱了，可以吗？哎呀，你就别犹豫了，小信，小幸福，咱们都是痛快人，就这么定了啊！五一假期，杨硕见。杨硕？开玩笑呢吧？去杨硕办活动啊？对啊，真是越办越大了，我们要去杨硕啦！开什么玩笑？年初定的那个配音剧，你们给忘了啊？不是说在周边办吗？找个江南水乡。嗯，我也记得当初就是这么安排的呀。哎呦，这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改了多少个版本了？那个，我看莫老师平时工作太忙了，就是一直没跟你更新那个进度，是吧，豆豆？嗯。那方小宋那边呢？问过了，没问题，他调班就行。而且这次周正真的提醒我了，咱们是不是开春就说全公司团建旅游？结果呢，就因为你跟凤亚松太忙，一直拖到现在。可不是，幸好这回他找那个赞助商啊，财大气粗，直接把咱们旅游这个福利解决了。这样不太好吧？本来这次活动就没什么预算，我和你都算是志愿者。我也这么想，不过那个豆姐她特别热情，正好他们有一个大型配音剧在阳朔办，完美配音组顺便去旅游团建，所以呢，我们的制音费用就由他们出来。人多还热闹，好玩。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不对，别看我，看我干嘛？这事儿是我跟豆豆我们一块定的，是不是啊？我们看平时最近啊，大家确实挺辛苦，就找一个机会呢，我们一起出去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休息休息，大家真的需要休息。行，我也没什么意见，那我就调调班配合一下娟美老师呗。你这话说的怎么能说是配合我呢？啊，不要我配合啊？这么一想也是，我牺牲自己好几个月的周末换一个假期是挺麻烦的啊。要不我还是算了吧。别，你不能算了，你就要配合，全都配合配合，行不行？啊？我最远旅游的地方都在包邮区之内，我还是第一次往那么远的地方飞呢。我也是，最远去的就是苏州了。你俩一个真家属，一个假家属，就要双宿双栖过五一了，羡慕死了。都工作嘛，所以这是你俩第一次一起出去玩。嗯，哦，叶盛盛，我呢知道跟他第一次出去旅游一定要穿好看的，我去你家帮你挑衣服。嗯，怎么了？还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呢，万一不同意怎么办啊？哎，这话说回来，这一次要去的话，这也算是你跟盛盛曼第一次长途旅行吧？嗯，真的，第一次。不是工作吗？是去工作，我们是去工作，你这就不一样了。行，我配合配合。你看看这个孟老师啊，你看刚刚一直让我求他劝他，这搞了半天就是他自己想去，是不是啊？你看看，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我呢刚好借这个休假的时间，我可以跟他单独去旅行。对吧？反正你也知道，我从来都不参加线下活动。对啊，到时候咱们就连个线，不就好了吗？啊，就这么定了。别，你就不能走啊！你得去啊！你是得去、啊。你看我这个嘴，你嘴欠，这个嘴欠，嘴欠，你不能走啊！就是啊，你怎么那么招人讨厌啊？就你废话多说，还说不过人家。但是话说回来，莫老师，这次咱们确实是人多事儿也多。你们就是订机票、订酒店，还有十周年活动、配音剧活动，这都得准备啊！你们早做决定，我才好安排。对对，你必须得去，你要不去，我也不去。你求求你了，行不行啊？你去，你看你不去我就不松手了，你不去我就不松手。去是吧？真去啊？去。哎，你早说嘛！哎呀，你累死我了，这会累的。好，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散会。我不同意。对，
我也不同意。你说你们两个小姑娘跟着人家公司出去玩，想想就不靠谱，是不是遇到那是什么骗子公司了？就是啊，不是骗子，人家是知名配音公司。对对对，我作证，我呢是代表公司去的，算是对接人。深深呢是我们的策划，而且我们公司也是正经的慈善 app， 哥们可以放心。什么是 app？ 不是他策划。哎，好了，我们呢也不是草木皆兵，但是你俩一下飞这么远，又是第一次去，就算对方不是骗子，你俩能照顾好自己吗？我是就是啊。哎，要不然这样吧。我跟战队请个假，我陪你们俩去呗。嗯，不要不要。几位哥哥，几位哥哥，咱们双双马上就要保研了，这法定结婚年龄都到了，你们还想这么管？怎么想管一辈子？你客气话点。不行，外公。要我说呀，顾家虽然年龄最小，但是最懂事。嗯。这个生生要不是为了保研，现在已然参加工作了。如果单位派他去出差，你们几个也请假陪他去啊。就是啊，我。哎，太远。外公，我这有一哥们儿，人在桂林，我给他打一电话，让他照顾着。哎，这可以，老二可以啊。我不要，外公，你看我二哥怎么了？我那哥们儿人开旅游公司的，有人有车，怎么都方便，他照顾着我还放心呢。那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啊？那你去了不就认识了吗？不要，不要，有个人，妹妹出个门，做哥哥的担心也是应该的。嗯，但是适可而止。要给人家自由吧。哎呀，对，你现在外面社会多乱呀，对不对？是啊，你这俩小姑娘，她不放心，不行不行，这俩还太远。其实是说现在的社会真的很复杂。各位哥哥们，这个呢是我们公司两家签的合同，还有营业执照之类的。这个呢是我们杨硕的行程表，有所住的酒店行程都安排的非常的详细，你们可以看一看。这地儿咱就不能去，人多全呀。哎，生生啊。你要是想去这个杨树玩呢，等十一放假的时候啊，哎，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去啊。就是，哎，再说了，你看，他是项目的负责人，你只是个策划，你没必要一起去啊，对不对？那他一个人去，他跟人家又不熟，他一个人多无聊。再说了，我跟他一起去有个伴，不好吗？不可以吗？对对对，而且我特别怕黑，我不敢一个人睡。正好呢，有深深能够陪着我们，相互照应，对吧？嗯。你俩小姑娘不安全，他不。好了好了，不讨论了。我同意生生去了，外公，谢谢外公。到时候我跟你爸爸妈妈说啊。嗯。哎，把这个给我看看。外公，谢谢外公。哎呦，来来来，印象刘三姐，这个好啊，这个我和几个老同学都去过，你看这个梯田，这个实景都非常漂亮，值得一去。嗯，好，我知道外公，我一定去。反正我不同意啊。要不再检查一遍箱子？不用了吧，你检查多少遍了还检查呢？睡得着吗？睡不着。挺兴奋，我就知道。哎，我刚刚在脑海里重新梳理了一遍。一开始让你帮我做这个周年庆活动，我还在想，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配音圈，你的股东圈是什么呢？我现在竟然要去参加周年庆了，还是在阳朔。哎，好像是春节前对吧？对啊，春节前那个时候。春节前我还不认识他。现在就开始想他了，顾城同学。俩丫头怎么还没睡呢？不是明天一早的飞机吗？睡了，外公。啊，好好好，没事吧？没事，外国耳朵可灵了。大半夜的弹吉他，你不投诉啊？邻居的一个哥哥失恋了，给我们旁边的每户人家都送了一个水果篮，说他要休整三天，让我们体谅一下。人家失恋的多可怜，没事儿，一会儿就停。
是可怜之人。不过，这曲儿倒是挺好听的哈。你说有没有可能啊？他弹着弹着写出一首代表作来，自此成名，走上人生巅峰了。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人家失恋了呀。那，等以后你失恋了，我也给你。我才不会失恋呢。不过，我祝福你啊，你永远都不会失恋，你跟穆老师一辈子好好的。哎呀，谈恋爱真好啊。咱们先往外面走，老朱说他在停车场等我们。好。昨天晚上睡好吗？太兴奋没睡着。难怪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老难这么老啊。哎，跟我说在停车场，那就往那边走吧。哎，你们这群大佬，我昨天都没睡着觉。哎呦，你别扯了，你不是说睡不着觉是因为失恋了吗？别总踹我台阶。又失恋了。哎，夏相思，你说你这两年神出鬼没的，我以为你又要神隐了呢。这两年确实工作太忙了。哎，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量不耽误嘛。这不你教我的吗？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顾生，这是她同学耿小新。嗨，你好，哎，我是耿小新。生生慢，对不对？对吧？啊，你好，你好，我是生生慢，叫我生生就好。哎，你好，幸会幸会幸会，很高兴认识你。我最高兴，我比他高兴。啊，我关注他，追他好几个月了，我心想，这得是个什么人？我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这事儿我证明啊，他有的时候偷偷问我，这千金丝到底行不行，追不追得上？我着急，我关注，我怕他追不上，我多着急啊！我老朱啊。咱有客套话，回酒店说，慢慢说。先上车行吗？对啊，热死了。对对对，不能让你这帮大佬在机场门口等着。咱们上车，咱们先吃饭，好吧？走走走，一会儿有两个神秘人士。哎呦，神秘人，你见了就知道了。走走走走走。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谁呀？这得是小丽。这些放在前面。估计放不完。那我们俩放上去吧。行行行，这边这边这边。哎，怎么没见茂哥呀？茂哥在新人馆等着。我看看是谁呀？这个吧。哎呦，木木茂白，好久不见。哎呦，等一个小时了，各位主动。哎，你们社团人呢？坐上一辆车先走了，这不坐不下了吗？我们两个老人啊，主动给让座了。明明是你听说枪青瓷要来，主动留下来的。你这人说话能不能留三分？真是你们俩，我说的。嗨，豆豆，哎，好久不见，新朋友耿小信，嗨，嗨，坐这儿吧，这儿风景好。嗯，好。嗨，莫白，木木。嗨，我叫小信。小弟坐，小弟坐。啊，吃鸡爪吗？哦，不用，谢谢。来，给我来，来来来。哎，嗨，深深慢。嗨，你们啊，喜欢坐前面还是喜欢坐后面？坐前面，前面视野好。哎，坐后面啊！后排不只可以看风景，还能看前面人都在干啥。而且我这好多零食呢。你看你，我都多久没见香青瓷了？你跟我讲，你不仁义啊！你以为我能常见他呀？他这两天哪儿都不去啊。两个月前不刚见过吗？情人节那天，一见张嘴就来你这满嘴跑火车习惯要改改了。这样，让深深自己选啊。没事，你选，你比我压力，你选。我都可以。车开起来后面会垫的比较厉害，就这儿。哎，明智之选。君美，哟，你猜就是你们两个像。我坐这儿可以吗？
哦。人齐了吧？开始。你第一次来桂林，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桂林呢？桂树成林，每年到这个桂花开的季节呀，大街小巷全是桂花香，别提有多香了。那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吗？没错。哎，那没关系，妈，你可以制造各种桂花做的吃的，还有茶。等你们走的时候，人手一份，全带回去。好啊，谢谢。哎，老朱啊，你把我们当空气了，只盯着那对小情侣，我们也要听啊。我声音挺大的，我面向所有人的呀。谁？我们没感受到。谁在说话？行啊 ，OK。诸位，配音界的，啊，古风歌手界的大佬们，你们好。哎，啊，还有两位知名的 coser 在哪？欢迎来到桂林。接下来的几天之内，我将作为大家的专属导游。谢谢。好，荣幸之至，太感动了。你说你闭个眼睛说这个话，你一点都没走心，行不行了？说到现在一句正经话都没有。司机师哥，能不能换个导游啊？啊，我多出点钱，换个专业点的。同意。哎，这平头这个是怎么这么狂？现在我是老板，这是我雇来的，你想换谁？换你啊。想你启动座椅弹射功能。哎，我既然觉得我非行，你打起来，打起来，快打起来！能动手就别动口啊！是不是觉得他们在吵架？让他们小点声。挺好玩的。你的朋友们都好有趣。这只是表面，少搭理他们，没几个正经。哎，我感觉确实不太愿意搭理我。哎，莫白，咱俩换个位置吧。我这刚失恋，我看他们这小情侣，我遭不住啊。你现在想起我了，你？行了，废话确实太多了，能不能做一行爱一行？好，我端正态度啊，我是导游。诸位，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阳朔。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桂林山水甲天下。哎，但是后面还有一句，那就是阳朔山水。贾桂林，老师，好。上船还有一会儿，趁这个时间咱们吃个午饭，对面好多饭馆，好不好？好嘞，好了，下车了，饿死了，走了。你们这儿盛产什么？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呀？竹笋，桂林米粉里的竹笋吗？没错，还有螺蛳粉里的，都超级好吃。没错，农历三月应笋时，现在刚好是笋季，咱们赶上了。对面不就有家粉店吗？要不咱们今天就吃米粉？行，好嘞，可以啊。走，吃米粉了。这店里啊，小料都是可以自己加的。我猜你应该最想加猪肘子吧？你这么说，我像一个吃货。不过我确实想吃，但是吃完会有味道吗？哎，没事，我有办法，别担心。啊？什么办法？分享呗。每次我馋了想吃螺蛳粉，都被绝美赶出去，嫌我味儿。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吃就都臭了，闻不出来了。你这叫办法吗？没事，闲臭可以吃桂林米粉。你来了，你得吃一次，不然多可惜。
好，走了，走。Thank you。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干拌米粉啊，这就不懂了吧？正宗的桂林米粉全是干拌的，是吧？哎，哥，你歇歇会啊，让莫老师讲，带着感情讲。对，你得讲上那种美食节目那种感觉。桂林米粉的精华就是它那个卤水，所以为了能够充分的感受这个卤水的味道，建议大家干拌着吃。当然，还有一种很正宗的吃法，就是。一粉两吃，先吃干拌的，吃的差不多了，再倒他们的骨头汤，味道也是一绝。哎，你会吃？完了，我这汤直接到位了。好吃。什么？吃。你螺蛳粉碗里的鸭脚看起来也挺不错的。嗯。他去哪了？我不知道。估计去拿辣椒油吧。哎，不够了，我辣都演了。叔，那你慢点吃。哎，本来也有呀。啊啊。辣椒。完了，当然味儿特别足。他俩干嘛去了？来，吃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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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哇，吃还得看莫老师。那太香。你那小姐的辣加点醋啊，这个解辣。我刚刚听你说辣，给你加点吧。哦，好，谢谢。啊，够了，够了。够了。谢谢。啊，我也辣死了。好啦，你帮我也倒点呗。我给你倒一杯，要不要？老男人，态度那么差，难怪被甩啊。说什么呢？我那叫和平分手，男人不说前任坏话，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涵养，懂吗？哎呀，哎呦，你会说。你单身啊？啊，单身。我看网上说你有女朋友的。那都是他们瞎编乱造，然后传出去的。谁吧？你说清楚。我真的有看见过那帖子，不是那个叫珊珊的吗？啊？挽着你胳膊一块拍照。笑得可甜了，我知道他是谁。谁不能乱说，谁不能胡说，知道吗？哎，你还急眼呢。我们绝美老师人可好了，真的。哎，沈胜，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撮合撮合呗？我身边啊。怎么？瞧不上啊？没有，我暂时不想找男朋友。哦，我听出来了，你也单身啊？那你为什么不想找男朋友啊？哎，干什么？我还没吃完呢，你。这浓加汤，我给你加点，省得你花得多口渴。哎，久等久等，大家久等了。拍一下。哎，这排队人还挺多的，来。哎，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一会儿穿过这儿呢，就是咱们一会儿要坐渡江游轮的码头，咱们马上就能看到鼎鼎大名的漓江了。这个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提到过，漓江岸边十万青山，说的就是这儿啊。非但如此，我们还能看见2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图案，也在这里啊。来，给大家呢啊买的都是一等份。啊，咱们可以坐在船头看看风景，好吧？辛苦，还得是朱总呀。谢。是我的。破费破费啊！我晕船，有别的路可以走吗？你晕船啊？坐这种大的游轮也会吗？我从小就晕，我一上船我就要倒，吐得昏天暗地的，不分大小。这样，你坐车，咱们有小车都自己的啊。以前很多晕船的人都选择走陆路，沿途风景也不错。那珊珊，我去坐车了。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没关系的，我自己可以。我陪你吧。
一个人坐车坐那么久，也没人陪着。那是不是耽误你坐车？我没事，我怎么样都行。行，就这样吧，让周正陪你，一路上还要有个人说说话。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去坐船吧，我自己真的可以。这样，我陪你去，好吧？我总走这儿，你第一次来，你陪我，你陪我。啊？咱俩多久没见面了？你不陪我说说话，你给我坐船。你票给我退了吧。啊，来。菊妹，你是大家长，你负责代替大家照顾一下人家小姑娘啊。走。陪我们。走。放心吧，我们走。对不起啊，真的麻烦大家了。那轩轩，我们杨硕见。放心吧，绝美最会照顾人了，你同学交给他没问题的。咱们走。这大又长，慢点，小心抬腿。同志们，十万精上，欢迎他们，让我们积极纠正他们。好吧，来一起先。哎呦，这风，这风太舒服了。来，快，快上来，船开了。天气好啊。一会儿吧，咱就进去吧。在这里头，走。哎呦，真美。哇，走，就咱订的包间，有空调，就挺好的。这咱这包间在这里头，咱这二楼今天没人，一会儿想坐哪儿坐哪儿啊。还得凉快坐。哎呀，这话说的，这地儿可以啊。哎呀，视野特别好，就是不一样。哎呀，小春哥可以点点茶喝啊。别闲着，打牌了。来，郭晓松啊，打牌吗？可以啊，来。哎，申胜，你们打吧。不打了。哎，吃零食了，我去买点。完全不给我。我陪你去吧，坐。还有一个，哎，坐着了。你快玩。每次都玩牌，你有没有点新花样？这不费脑子。我先抓了啊，来。哎，那我继续。要不咱们出去吧。哎呀，啊，我牌不错啊，你们小心点。抓牌。你大话别放前面。抓牌。还不错哟，才一张。以前总听说山水甲天下，无法体会，太美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送你拍张照。嗯，好。来，摆个姿势，拍了。好了吗？嗯。怎么样？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拍？好。等一下，我弄一下头发。但是横过来就拍不到后面的青山了。对啊，拍不到了。那还是竖歪吧。要不你靠过来点。哎，等一下，这张我没有笑好，重新来。莫倾城，你想不想和我拍了？你等一下，你别拍了。镜头。
这按说看别人谈恋爱看多了，总该是有些麻木的。这看腔念词谈恋爱，越看越来劲呢，是不是有点初恋的感觉？哎，对，准确啊，是不是？人家枪老板本来就纯情，不像你。我怎么了？看着就是张花心脸。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长得帅反而不花心，见过世面反而踏实。哎，不要。我只说你花心，可没说你帅。哎，你他都已经单身多少年了，完美配音三大王牌，我名气不比他差，为什么最后我落单了？哎，你这孩子，你争点气呀、啊？就是。哎，我还帅白呢，让你争气。你看人家周正啊，放弃这大好的漓江风景，追着姑娘就去。木木，你给我翻译一下。他在说什么？其实啊，都是他瞎猜的。据我一路观察下来，人家俩挺清白的。你说谁？生生的同学，短头发那个。看不出来了，他俩从一上车就被人分开了。哎，快快快，二十块钱冰面到了，他上加满上加满啊！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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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别吵了，别打扰人干什么？咱先去，咱先去。走。哦，我上我上啊，一点觉悟没有，你打扰人。哎，前面有两座山啊，跟这个人民币背面一模一样，就在这看，千万别错过啊！谢了，没事。你等等。哎，到了到了！是哪儿啊？应该那个后面就是了。那个吗？哦，还没到呢。啊！哎，行行，到了。上来上来，拍照拍照，到了，看见了。他们都到顶上去了，我们要不要上去？顶上风大。好，一会儿上去，站得高看得远，哎呦这风，略高略高。来上，来来来。走，哎呦，真好，可以。这天是真漂亮。来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人，一人拿一人。到了吗？这哪儿啊？这是米城，就前面前面。谁呀？那个。好久没有用纸币了，尤其这种20元纸币。你说再过10年，说起来20元纸币的背面，是不是小孩子们都反应过来？有可能。哎，我俩不在里面，准备排挤我俩。你排挤我俩？你拿你拿这个过分。都扔了，都扔了。可以，现在来啦！耶！下雨了，怎么突然下雨了？不是了，你要进去吗？都可以啊，只是可惜了，不知道下次再来是不是。你先进去等着啊，很快到了我叫你。那你在里面等着。越下越大，太大了也，怎么会这么大雨啊？这地方就这样吗？动不动就下雨，一会儿就停了。谢谢。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等啊？还淋着雨，这多有意思啊！哎，人民币十减图案马上就要见到真的，多带劲儿！等会儿多拍几。像这种经典打卡，网上肯定很多人拍，自己下载几张存起来自己看就行了。木木，太清醒的人会遭人嫌弃的。我都说他100遍了，不然他怎么叫木木呢？赶紧拍照，马上到了。拍两张得了，这山都差不多，回去 P 吧。这是吗？对吧？越下越大深切雨天外星，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惊喜，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
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这一路千里共繁星，我共你走下去，百年月共你照一夕。如同云低时天下雨，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千万种声音的孤寂，听见你独白句，说我很想很想你。我读懂一幅画外音，读懂你的悲喜，一遍遍日久生情。千万场人声鼎沸里，听出你的声音，说我很想很想你。星辰面千万个朝夕，温柔如清晨雨，轻落在屋外梦里，此生有你。来来来来来来来，三二一，有了有了有了，那给我们再来一个。下雨，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这里有毛巾啊，谢谢。不冷吧？嗯，帮你擦。我这衣服全湿了。你热水热水，有没有热水洗把脸啊？啊，洗个酒店呢还热水、啊？这雨，不然没有。这也太大了吧，这雨。这边也湿了。看什么呢？哎呀，你拿毛巾，拿毛巾吧，拿毛巾吧。哎呀，哎，就你个真行。我给你倒杯热茶。谢谢你啊，老板也到。哎，等一下，有点烫。哎呦，够了喂。好了。谢谢。师傅，把那个空调温度开高一点吧。嗯，行。哎，你们呀，难得来漓江，不坐船只坐车，好多风景看不到喽。这路程太长了，他一个人坐车也没人陪着，大家都热热闹闹在船上玩，想想就怪可怜的。醒了。嗯。那个刚才停车，我看你睡着了，就没叫你下去。这是什么？那个热奶茶，我怕凉了就放杯子里。刚买了个保温杯。这下雨了，你买奶茶不会？没关系，你尝尝。好喝吗？好喝。当然好喝，实打实真茶叶煮出来的。哎，师傅，您是那个桂林哪儿人啊？我就是阳朔的。一会儿送你们回去之后啊，我正好回家吃饭。你们俩路上就别睡了。一会儿雨停了，我给你们停一下。难得来一趟，拍几张照呗。好，谢谢师傅。那个我倒没什么，就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错过了还挺可惜的。
对我，对着我，对我，我炸一波，你对我都炸，炸我干什么？什么套路？我这一把一分，这啥套路？你为什么刚刚不炸了？一点一点行，哎，上菜了你，哎，我刚才问了，还有半小时，是这个姐姐们，闲来来给个朋友，你怎么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吃的呀？因为身边的吃货太多。只有一盘啊，你去拿着。你怎么不拿？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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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走下去，百年与共一朝一夕，如同云低时天下雨，你低沉的时候我懂了。他俩活成小世界了，你总盯着他们干，你听没听见啊？他们的定情曲都放好几遍了。我也发现了，重复率太高了。还有几首别的，全和这小子有关，不是他的动画电影主题曲，就是他配过旁白的剧情歌。羡慕啊，羡慕自己唱啊。不敢，我五音不全。嘿嘿，你俩不觉得丢人吗？你们才是正经八百的古风歌手。这得明辨啊。对啊，咱俩最少是有名有姓的呀。哎，豆儿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吗？没感觉，而且人家强老师本来唱歌就好听。怎么着？干嘛呢？干嘛去？战意盎然。服务员，点歌吗？谢谢。他点哪首？我猜啊，一首《偷梁》，一首《白马》，啊，还有一首你的歌。我猜第一首肯定是《白马》，你看看。哎，怎么样？哎，是不是？点完了啊，是不是？全咱仨。哎，这盘螺丝我吃了啊。跟你在一起，嘴永远都甜菜。不会觉得乏味吗？只有吃。当然不啊，吃穿住行吃排在第一位，是人类的刚需。他们这里的菜很多都要加螺丝，用来提鲜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是喜欢，就都一起在这里吃个够。哦，对，还有虾，爆炒漓江虾，在漓江上走，不吃他们的虾，那真的太可惜了。流花中飘了木桶里晒一晒大顿的事情因为你微风轻草长里盖着满肚子慢慢吃打发时间天要雨月色攀比找的写诗我的直接上手吧冲着酒气中有欢愉苦心连夜暗透明包袱有限接近生涯有春色落笔不老谁提示做事我和你万蝶中热烈天地哎这边这边哎到了到了终于到了啊，咱们快一点点！中国旅游明线，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梁树。咱们的车在那边，往这边走。OK， 好嘞，走了，上走。那还有水路线、啊。每年都有涨潮期，你们来的还挺巧的，刚刚过。之前有个演唱会在这办，赶上了，半个阳朔街道都被淹了，挺惨的。那淹了之后怎么办？怎么办？收拾收拾，接着过日子呗。这祖祖辈辈都这么守着漓江过来的，家嘛，对吧？这边这边，来。来这边这边，怎么样？环境确实可以啊。我跟你讲，阳朔首屈一指的酒店啊，这江边去哪儿都方便。怎么样？哇，真气啊！这周点不到酒店啦。拍我的吗？山寨，朱总不在里边更好。我跟你们说啊，从这儿往下啊，有鸭子，有锦鲤，还有羊驼，那个旁边有饲料都可以喂。还有羊驼呢？有啊有啊。哪呢哪呢？没看着啊？你现这会儿看吗？你得往里头走。哎。学妹他们来了，嗯，哎，这小子真有劲儿，一手一个，你看看。哟，我还以为你们被暴雨困住了，或者车抛锚了，至少要明天才能见了。我说你小子现在跟我两个没大没小的啊，是不是想跟我睡一个房间，让我教育教育？没有没有。那我跟谁住啊？反正不是跟我。怎么？
还有这想法？哎，其实我们木木人挺不错的。当我没说。你们这边太乱了，我不管了。你们俩说出一些。对，我俩说出一些。那我自己出一些，你们仨怎么安排？我跟你一起，他们俩一起。跟我？这么久没见了，多聊一会儿。老家正经。哎，行，咱一起，你走，走，搬上路，走，走，走。是不是就是前面？嗯。哇，这环境真好。嗯，这儿啊。我坐这坐的腰疼，我吃的快撑死了。嗯。你不是坐船吗？怎么还把自己吃的这么沉？先是上了一盘螺丝，说是漓江水养出来的，新鲜。他要我吃，我吃啦。然后没吃完，又上了一盘爆炒漓江虾。我想着，嗯，总不能浪费吧，就全都吃完了。嗯，你这分明就是炫耀。嗯，我刚才一直在摇摆呢。摇摆什么？嗯，我在想，你呢是想跟我住，还是想跟他？当然是跟你住啊。哦。哎，你干嘛？洗澡，换下装。怎么了？我一个老总自己住，订个大床房不为过吧？不是你要跟我睡的吗？能换吗？换不了。哎，旅游旺季，这最好的酒店提前一个月都订没了，你除非换酒店。你干嘛？哎，你多宅啊！那。哦，能拉开。我睡这儿吧，你怪委屈你。帮我打电话让酒店拿一套新的床让你提吧。这咱俩这儿挺好的嘛，这不都宽敞。你干嘛？洗澡。说说聊天，进来先洗澡。我换衣服，别出来啊。在干嘛？在等你微信。社团有安排吗？今天自由活动，明天集体活动，要不要出去找羊驼？等我吹干头发。西城出去啦，晚上不用等我移动速度很慢啊，生生同学。我都不敢认你。为什么？没见过你穿夏装。
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试试。哇，我那条好大。还有这边。撑吗？是个好问题啊。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先消化消化，我们溜达一圈回来再喂。好。哇，伤人的。你会骑车吗？会啊，小学六年级就会了。不过有个缺点，就是不会上下车。小时候跟我哥学骑车摔过，有了心理阴影。后来呢，就只能踩在地面上上下车，所以啊，骑车要挑座位最低的骑。最低的。你家里有几个哥哥？五个，都是表的。哦，我爸爸家那边还有两个堂哥，不过都年纪太大了，不太有共同语言。家里不会就你一个女孩吧？对啊，就我一个，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宝。哥宝。大家都很宠你。以前觉得还挺好的，在家里横着走，有好吃的都给我，逢年过节收到好多好多礼物。后来就慢慢不觉得了，他们一长大一上大学，就一个个变家长了，等于我有了好多好多家长。哦，这次我四哥还想请假陪着我来，太可怕了。试试看。可以吗？我爸妈家人丁少，亲戚走动不多，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羡慕这种热闹的。难怪你喜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看得出。当然，虽然你话不多，总是看着他们胡闹，但是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种闹哄哄的氛围。走。哎，你不要骑在我前面，我怕撞到你。也不要骑到我旁边，我旁边有人骑车，我会分神。好，我跟着你。好。我看介绍说那边就是漓江。我们可以坐竹筏出去吃饭。好，那我们先他带路。下坡慢点。好。不热呀，坐外边。心静自然凉。哎，你别装了，都认识一百多年了，怎么了？那几个臭小子在我房间打麻将，我睡午觉都不行。啊，你看我就说吧，老周，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次不是拉了六个赞助商吗？其中有一个临时撤资了，这挺突然。我就知道你找我准备好事。嗨，我补上了，继续干吧。财大气粗，彼此彼此。哎，不，那这叫什么来？哎，小静，不热，在外面坐着，我走一会儿就出汗了。你看刚才我就跟他说，我们里面点了下午茶，要不过来一起吃啊？里面有空调。哦，好啊，这怎么上啊？你那边绕去这边。哦，那等我一会儿。你什么时候点下午？去，现在点来得及，等会儿就入住。你要是非要点的啊，你推我身上干什么？我必须是偶然和意外，偶然才能吃得下的。要我说，绅士这方面还得是你，真绅士。去点，快快快。你自己点去，撤资了啊！去您墨家去。哎，小姐，朱总。哎，去。你坐这儿吧，
东西收拾好了吗？哦，收拾好了。这大热天的，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走啊？我本来想拍几张照片，但真没想到天这么热。是挺热，所以我才叫你进来吃点东西，凉快凉快。马上，他这边啊，西餐不是，好，对对，怎么样，小青？作为咱们合作方之一，对这酒店还满意吧？哦，挺满意的，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谢谢了。住这条了？这是我一朋友推荐的。空气不错，这儿啊，挺清新的。对，我们家这就风景好。有的时候吧，我有时候就在外地就想家。干嘛？饭钱你得转我啊，250。那我不投资了。钱你得转，资你还得投，不然我不陪你演呢。活该你失恋。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工作了？没有，没有，没有。你看，这鸭子真漂亮。这是肉鸭，专门用来吃的。这么好看，吃太浪费了吧？看着赏心悦目不好吗？那边那些白色的。倒是用来下蛋的。只有几天我不吃鸭子。这边太晒了，让我们去那边腾一张座。好啊，走。哎，姐你慢点，前面搭下坡。哎，你双手那点比单手那点，一会儿给你甩出去。要不是你求着我陪你做竹筏，真懒得带你玩，下个坡磨磨唧唧的，麻利点。这不快十周年了吗？你总不希望我鼻青脸肿上台吧？生生，这么巧，我以为你们早出酒店了。我们在这儿等竹筏呢。哦，我们俩刚才来过一圈了，没人，凑不齐四个。咱们现在正好四个人。上船吧。好。
难得见你打扮自己啊，莫老师。人为悦己者容嘛，莫老师也免不了俗。看得出来，你们俩穿的倒是挺朴素的，应该对对方都没什么意思。他挑衅我们。我们两个都搭了十几个戏的 CP 了，能嫌弃对方吗？就是啊。嗯。趁天还没黑，还不赶紧上船？快走了，豆豆姐。真看不上我？你被小情侣传染了，想谈恋爱？我呀，我一个人挺好的。休息过了，是啊，都快忘了生活什么样。每天除了隔离棚就是医院的。你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对啊，他是我师兄，我们俩高中在网上认识的。高三我填志愿的时候，他帮我参考，后来直接就考他学校了。那个时候莫倾城课多，还是我帮霍亚松做的家教辅导。你一直跟我讲数学题。那你考没考上啊？考上了。算是我师兄了。对啊。怎么不早说啊？不敢说呀，怕某人以后套近乎。我们经常到那个下面去抓鱼，那个下面鱼多得很。哇哦，坐稳了，前面就是急流。哦，好。